ねえねえ、もうチャンネル登録してくれた？もしまだだったら今すぐしてね。それでは今日の動画始まります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我有一个任务，就是呢去接陈思雅。我不知道现在是已经第几天了，从来没有化过妆，夏威夷就是这么的自在。你是谁？你看起来太夏威夷了。你的衣服，台湾很冷吗？台湾很冷。你是 VIP 待遇哎。哎，不是那边，是那边。耶，阿罗哈！你的穿着完全不像阿罗哈。好热，阿罗哈。耶，我们到了 Prince Hotel， 看看我的房间是怎么样。就是这样。哇，还蛮大的耶！重点哇！啊，这个可以播吗？对，这个是怎么马赛克的？然后我们的重点是，佳佳，我这次选了海景房 ，nice view。你看他们船有船位，好可爱哦 ，parking 的位置。请问我们选的这个饭店满意吗？非常满意，太好了。那如果有其他的行程？冷吗？没有那么冷，真的。这里是 Waikiki 里面的一个餐厅。哇，我们真的是不小心约会。我一直以为你不是脸上有痣吗？然后这里有痣吗？那这里是痣吗？还是怎么？哎，你发现什么东西？我可以这样问我吗？那边觉得没品的观光客。你的包包是梅翔送我的，梅翔送了我一个小背包，里面只装甜卡跟口红而已。超可爱的，不会，因为我要买新的。今天是来夏威夷最冷的一天，好冷的。我们其实本来要去呢 beach 海滩，可是阴天就算了。我们现在去逛街。小踏车队。不知道那是什么活动，昨天也看到。哇，我一直很想逛的 Kiss。这一定是我的爱。是蛮。显身材的，我这次来夏威夷发现美国的男生很喜欢女生穿贴身的衣服。可是你没有要在美国住啊。这个不需要。为什么？台湾没有机会穿。为什么？台湾是什么地方？继续逛街，耶！下一间店，大家看一下这里，莫名其妙夏威夷很多什么新年快乐，很有过年 feel。这是听说有 Honolulu 的 T 恤之类的，哇，有哎！可以。就是大家都在这里可以试看，看不到的身高歧视。哎，这里是美国。OK。你的错。我的错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买？我都是。
好像可以纪念我们的夏威夷情侣装，而且我们还说什么五年后要一起来这边住，笑死。耶，我们的今天的晚餐到了，马兹利伊扎卡亚，我们要来吃寿司鸡蛋，走走。对啊，像林森北路的感觉。やめて。纳豆跟各种东西，中文，因为我好像没有看过台湾有这个东西。我还会讲爆弹，爆弹，爆弹，炸弹。好臭哦！天哪。纳豆好吃吗？没有不好吃，但是辣椒味还蛮强烈的，真好吃。享受纳豆的人，太强了吧这个！剪刀石头布，你要选什么？其实我分不太出来。OK， 我知道了。对，我要这个。这种啊，是好的地方。真的假的？什么表情？真的是会化掉的那种，一下就不见的感觉。好厉害，嗯，好吃。然后日本人吃法这样子。啊？你就直接你拿的时候只有沾到饭了。对啊，我之前一直有这个困扰。你现在学到了吗？我学到了，原来要这样吃。怎么样，夏威夷的虾？超好吃。剪刀石头布。你的最爱乌尼。好的，很饱。哎，喝醉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可是有点饱。是我点太多。哎呀，思密。耶！传说中的 egg singers。哇！刚刚讲很好吃哎。来夏威夷一定要吃松饼。等一下坐船看烟火耶，米亚比。我们刚刚报到，然后呢等一下要坐这个帆船，然后刚刚被说不能穿鞋子，所以我们的鞋子只能丢在这里。应该没有人会穿走，如果没有鞋子我们等一下就要赤脚走回去。好期待哦。起步哎！上船了，真的，超酷的！现在还有戏啊，一点点。对，你不是为了这个从台湾拿来那个晕船药？对，请问晕船药在哪里？出发前还放在行李箱，白痴哦！忘记吃了呢，好烦哦。我觉得
这个穿的穿还不错，而且台币2000多块的样子，我觉得还蛮值得。他不是喝了几杯瓜瓜 juice， 我也喝了很多杯香槟，喝到饱。而且那个烟火很美，对，很近耶，很大，非常推荐。然后我们等一下看看我们的鞋子还在不在？脱鞋冒险。它的调味跟日本的调味不一样，但它的皮煎得很好，很像煎饺。嗯，就是煎饺啊，煎饺，好好吃。你是担担面？不会辣，可是有麻麻的感觉，好吃哎！好久没喝到汤了。柚子拉面，这里有柚子胡椒，然后有鸡肉的茶烧。日本人，对啊，凭什么？对啊，比我想象的好吃。你把你想象很难吃吗？没有没有，就觉得国外的拉面可能不会那么正宗。我觉得还算蛮有日本味，很好吃。希望大家喜欢我的第四的夏威夷披露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帮我按赞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那下次见喽，马哈喽。最终